我们亲一个吧，好奇怪的画面。亲，亲到了吗？啊！好的。你敢吗？我不敢啊。你不敢？好勇敢啊！就就捏着就好。没有，你就捏着就好。对，就捏着就好。对，捏着。呀。哎，他已经看到，他已经看到了，他已经看到了。然后，啊，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吃啊。有，他已经在注意。蛮饿的，我感觉。僵硬，等一下，他有点紧张了。对，也是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个人是觉得它蛮可爱的。来来来来，请蹲下，请。你确定？我觉得你怪怪的。这个你知道？看起来就很像恐怖箱。国防部。哈哈哈哈哈。之前是遮羞布，遮羞布啦，遮羞布。因为它呢，这里面的东西它是属于就是平常是在那个洞穴里面，岩石的洞洞里面。来吧，拉起来。看得出来养什么吗？你说养塑胶吗？这个养什么养塑胶啊？你在公傻，在里面吗？对，在里面。啊，我看到他的眼睛是蛇，对啊，是蛇吗？蛇，是啊，很像，好可怕，超像蛇的。你会怕蛇吗？很怕哎，假的，而且头有点大。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手工，手工哎，它好像会吃害虫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它就是跟壁虎，保护你的家，对，跟壁虎很像。然后它也会断尾求生哦。嗯，你要不要把它的尾巴拉掉？先不要。可以的吗？对，你们你敢拿吗？我不敢拿。你敢吧？我觉得好像变色龙。我不敢。试一下肩膀，肩膀。哦，等下治你肩膀。我一直在推它。那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好，我好紧张。你试试看。其实它也蛮紧张的吗？哎呦哎呦哎，舔你哎，它刚刚舔你两下。懒哦。来来来，可以。其实很可爱吧，而且它跟壁虎不太一样，就是壁虎是可以在墙上嘛，因为它们脚上有那个刚毛，可是它没有，它的是爪子。对，它是用爪子抓，所以有点刺刺的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它吃的有点胖，就是它摸起来好舒服。其实肥肥的很可爱。对啊，哎，你的肩膀，你让它试试看，还是先放在手上？你不要，你试试。我怕我会把它弹开，哎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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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架住你。好，对对对。来咯来咯，哎，那个是胸部，不是肩膀。你的肩膀，你的肩膀怎么长得跟人家不一样？闻一下，最香 DJ。哎呦，我的鸡皮疙瘩起来了。哎，它的尾巴很肥，怎么在你那么肥啊？鸡皮疙瘩起来，我很看看。请问一下，它的胃是在这个地方吗？好，那应该是在这吧，我想。怎么在你那么肥？哇，好肥哦。对，就借放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好，你们赶快采访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不敢看，你不敢看，我觉得它算冷静哎，这一只，对啊，你要不要看它一下？戴个眼就可以了，拜托。哎，我们讲要手部，输的人跟他 kiss， 可以吧？它钻到嘴巴里面？不会，我没有没打击，就是这样，嗯啊，轻轻的，你知道，一个简单的礼貌的吻。好来，剪刀手部，剪刀石头布。都不用换手，你够稳。我的荧幕初吻哎，你想要真的假的？献给手工，我觉得蛮帅的，就是小心。我跟你讲，我眼角有泪，撑住。来，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你看起来蛮帅的，真的。还有告白哦，来来来，我们亲一个吧。好奇怪的画面，亲亲到了吗？啊！嘴巴还会口红，真的？真抱歉啊，把它拆掉。爱哦，好啦，那我们是不是有任务要完成？是的，因为我们让他一个，你知道，激情过后应该是肚子饿了啦。嗯，对啊。哎，我觉得他好像爱上我了，是假的？他一直在撇头看我。咦，好，我们来欢迎，耶，欢迎老师你好，老师你好，来来来。啊！这是他们的食物，我觉得看起来不像蟋蟀哦。好吧，那既然你手捧着它，就给你喂好了。你敢喂吗？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是蟑螂。不行，你们俩没有说，我要蟑螂。
了，放后面了，放后面了。不可以，怎么会有蟑螂？食物多样性嘛，不然他一辈子吃蟋蟀，他也很痛苦啊。OK， 要健康。对你讲一讲，好像被说服了。哎、欸，请问一下，我这刚亲的，就是我先要吃蟑螂，是间接性接哦。蟑螂跟蟋蟀。那要怎么喂他吃？好，还是我先把它夹出来，然后你们先不要看那个画面。不行，我们今天是一日保姆，我们要做就做到。我们要勇敢起来，对不对？不要说我们不专业。对，刚刚那个小盒子。来，派你来，你来讲。我知道。来哦。来，他应该饿很久了。又来了。好，他会跳出来吗？我不会让他跳出来的。好。那你确定？准备好了吗？没有这种事。亮。要把他的头夹爆会比较好一点。什么夹爆？他闻到味道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看他会不会吃。他不吃哎。好，他不吃，我们今天任务完成。我们下班。他怎么不吃？他可能不饿吧。哦，还是我们换一只饿的来好了。可以换一只饿的。好，来换一只饿的。这种不行哎！手工它有两种，刚刚我拿出那一种是豹纹，嗯，这个是肥尾，可是分别的话，你可以看它的脚趾头，脚趾头怎么？肥尾的脚趾头会比较短，然后豹纹手工它会比较长，对，比较修长。来，新蕾来，好了，可以放在这里吗？好，我放着，来，你站在这。可以哈，好搭你哦，跟你的发色很搭哎，哎，不可能真的喂吧？来，我喂他吃饭。直接把它漏回去，好了，不要吓你了，他吓死，他想来台湾了。来，那只已经死掉了，可以讲的干家吗？已经挂掉了，来，来哦，我太紧张。有，你让他看一下。我刚刚有看到他们喂是你要，哎呦，有看到吗？一枪毙命。好，来，重头戏，来剪刀手布。来哦，你们等一下做可怕的事。等一下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我要出什么。好难啊！我会出剪刀。等一下，你怎么出？好了，你不要出剪刀了。我会出剪刀。你要出什么？不知道要出什么。剪刀、石头、布。还说他是你的女生，我们太了解他，两个太诚实了。对，这样子。抱歉了，宇轩，加油！你要骗人，你刚刚要出剪刀，我是故意输的。你们两个屁嘞！可以用夹子吗？本来就是用夹子啊。可以用夹子哦。不一样，它好肥美哦！这是什么蟑螂？它叫做杜比亚。杜比亚。对，杜比亚。啊，哎，夹夹不了。很肥。这里，赶快吃啊！赶快啊！这里。哎，真的不能用手喂。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在。我们也很想用手啊，对不对？他很想，我也不轻。但是还是可以试试看的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可以试试看的。我不敢抓蟑螂哎。抓蟑螂真的要抓哪里？你是说用夹子抓还是用手抓？用手抓了。用手抓吗？就是。哎呀！压着就拿起来。哎呀！你敢拿吗？我不敢啊。你不敢？好勇敢啊！就捏着就好。没有，你就捏着就好。对，就捏着就好。对，捏着，压。哎，他已经看到了。好，啊，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吃啊。有，他已经在注意了，蛮饿的，我感觉。不行了，我还要吃它，对，停下。哇，My Hero， 好可怕哦。爱了吗？好饿。真的没停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好饿哦。好，我刚体验过。蟋蟀还没有呢，换你们。你要试吗？蟋蟀怎么抓啊？蟋蟀怎么抓吗？还是我夹着，然后你用手？
好好好，好了，他已经死掉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要给他，我不要，什么意思？咬到我的手，而且人家已经死掉了，你还给人家从高空摔下去？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我们的大体啊？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新磊真的有突破心脏了。